到滨海了，今天来出差。一会儿中午吃什么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不了的安达。就像这些草一样，我今天被吹到了天津的滨海。好了，我离开了滨海，我来到了天津市内。距离下午的工作还有一些时间，我们选择了大众点评五颗星的一个餐厅。这路窄的哈。大众点评五颗星，六小馆，看着这建筑就非常古香古色的。感觉不错。我们点了一个大众点评上的106的套餐，里边有带鱼，糖醋带鱼，有牛肉，然后还有五个小菜，他们的招牌。然后另外点了一个卤牛舌，还有一个六小菜拼盘，然后再点一个他们家的自酿的一个米酒，应该度数也不高，不影响下午工作。大肉米的。这是什么丸子是吧？凉菜，芥末三菜丝，还有这土豆丝儿，好吃吗？尝尝这三丝儿。芥末味挺浓的，还挺呛。鹌鹑蛋可以，来。干了。这有点像日本的梅子酒。人饿的时候心情也容易差。这海米的那个味儿好浓，土豆丝儿。它菜量不大，合适。对，就是两个人来这种地儿比较合适。你要是说刚才那师傅说那大肘子，那没法吃，我操！咱俩一个肘子就饱了。尝尝它这个什么怪味豆腐。有点臭豆腐的意思。有点臭豆腐的意思。其实这牛肉是我最期待的，还不错。炖牛肉，它有点像那个西式的，俄罗斯里边那种广美牛肉似的。带鱼，那带鱼看着倍儿棒的，外焦里嫩的感觉，看着就好吃。您来一带鱼尝尝。这带鱼是凉的。你尝尝，连骨头都是酥的。这太出乎人意料了，没想到带鱼是凉的。你觉得咱点了一桌子下酒菜，喝着吧。来，提前中秋节快乐。住，小店儿环境不赖。卤牛舌还真不错，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中餐跟西餐的结合的感觉啊。所有都是中餐，但是做出来的味道有，你看那牛舌就很西餐的感觉，那牛肉。对。天津人还是会吃，我就特别爱来天津。我觉得天津东西好吃。
按照惯例给大家推荐一首日本经典老歌 Yuki no Hana。祝大家双节快乐，下期见，拜拜，さよなら。